Hello， 大家好，我是训练师鬼鬼。如果金银版未来真的加入 Pokemon Go 中之后呢，有哪些神奇宝贝会有额外的进化？没有错，金银版开始有一些新的进化，就是让我们原本没办法进化的角色呢，在金银版第二世代加入之后呢，它会有额外新的进化。我们接着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次有哪些值得留意的第一世代的神奇宝贝。那首先是这一只叫做叉智符，它是由大嘴符进化的，没有错，现在的大嘴符不能进化。那但是进化版之后呢，这边又多一个新的进化，它叫做亲密进化，就是呢你常常把大嘴符带在身边啊，然后一起并肩作战，亲密度就会提升，然后最后就会进化。对，但是在 Pokemon Go 中呢，亲密度该不会就是捡糖果了吧？该不会要带着大嘴符捡糖果吧？不晓得这个因为金银版之后有很多新的机制，所以不晓得在 Pokemon Go 中会有怎么呈现。如果最相近的应该就是带着大嘴符捡糖果，然后捡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开启这个新的进化，也许会有这样有趣的机制，但不晓得，也许就是直接吃糖果吧。那 CP 最高也是提升到2300，原本大嘴符好像2000左右，稍微有提升一些，但是好像还不够多，好像还不够多。那接下来就是这些是宝宝系列，这次版就可以孵到的一些宝宝。这次从蛋中孵出来的叫做波克鼻，那它是这次新孵出来的一个精英版的神奇宝贝，它还可以进化一次，会变成波克击鼓，那就是长出翅膀会飞了，所以它是妖精系加飞行系。可惜它的 CP 好低啊，看来还是只能当吉祥物了，还是派不上用场。那接下来下面这一只叫做美丽花或是漂亮花，这一只是从臭臭花进化的，没有错，臭臭花使用太阳之石吧，就会变成这个美丽花。那原本是霸王花，这边是美丽花，所以臭臭花有两种分支的进化，但是在 Pokemon Go 中没有这种进化之石的一个设定。像原本皮卡丘要进化成雷丘，其实是需要用雷之石的，但是在这里面没有，所以臭臭花要怎么分支成两种进化呢？也许是进化的地方可以选吧。那两种花这边就是纯粹草气，然后会比较可爱，看起来没有那么臭，比较香一点，这是美丽花。接下来这只青蛙呢，它是蚊香蛙王，它是由蚊香蛙进化的，没有错，它是蚊香蛙通信进化，然后携带特别的东西叫做一个王者之证。那通信进化呢，就是把你的神奇宝贝传到对方那边去，然后这个神奇宝贝就会在对方那边进化，那你再把它交换回来，这就是通信进化。像以前的耿鬼啦或是狐帝都是要用通信进化的，但是因为现在 Pokemon Go 没有这种交易系统或是交换的系统，所以这边的通信进化也许还是只能直接喂糖果吧，还是他要跟那个交换系统一起出呢？不知道，交易系统已经拖好久还是没有出，但是如果要一起出的话，明年一月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推出啊。那这只蚊香蛙王呢，就是纯水系，原本快龙蛙的话还有格斗系，那这边是纯水系， CP 是2400，还好也不算很高还普通普通，2400还可以。接下来我想应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伊布的新的进化型。在精英版中有两种新的进化型，叫做太阳精灵还有月精灵，他们的进化机制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把伊布带在身边，然后白天让它一直升级的话，它就会进化成太阳精灵，那如果你在晚上带它去升级的话，就会进化成月精灵。有两种，一个是超能力，一个是恶系，大可就是恶属性。那这边是精英版中新的属性，那它是完全不怕超能力的，但是在 Pokemon Go 中没有不怕超能力，虽然就是 0.8 倍的伤害啦，可以打超能力系。那这边如果要进化的话，伊布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种机制，就是说你在白天喂糖果让伊布进化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几率可以进化成太阳精灵，然后如果在晚上喂糖果进化的话，可能会变成月精灵。应该要加入这样机制会比较有趣，这样比较符合它的设定，不晓得会不会加入。但是他们 CP 还蛮低的以官方这么爱伊布系列的话，这个只有2200，然后一个只有2300，真的是说不过去。像是现在最低的雷精灵也有2600的 CP， 所以我觉得太阳精灵的地位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到2800，
那如果是月经的话，大概要2700，大概是这样的强度会比较适合现在。但是我觉得之后 CP 可能会再调整一波，因为这边资料都是从以前的资料去截取的，所以应该官方还会再修正一次。接下来右边这只是呆河马王，对，它是由呆河马带上一个王者之阵，然后也是通信进化，一样是水系加超能力系，其实没有变多少，只是他头上戴一个王冠很帅。那 CP 有到将近2600，其实算高诶，2600基本上快可以排入前30名的 CP 了。而且这个呆河马王血量那么多，他又是一个蛮耐打的角色，所以应该还不错。呆河马我觉得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之后进化之后还不错强。再来这一只是大钢蛇，它是由大岩蛇的进化。大岩蛇现在 CP 好像非常低，只有1200左右吧，进化之后可以变到2000，是钢系加地面系，非常的硬啊，在游戏中它的防御率非常的高，但是 CP 只到2000的话，可能派不太上用场哦，这也是要通信进化的。那它是大钢蛇，下面有一个很帅的这个红色的，它是巨前螳螂，是由飞天螳螂去进化的，也是要通信进化哦。那 CP 达到2270，也是稍微提升一点点，但是好像还不到可以派上战场的一个地步，多了一个钢系，原本是虫系加飞行，现在变成虫系加钢系，从绿色变成红色，不是煮熟咯，跟龙虾不一样，它不是煮熟了，那就是一个钢铁的外衣。好，巨前螳螂，不过它很帅就是了。再来这一只海马呢，是赤龙王，它是由海赤龙的进化型，墨海马、海赤龙、赤龙王，它也是要通信进化，是要带一个特别的龙之鳞片。没错，它变成龙系咯，它有水系加龙系，那这个属性的组合非常的好，因为水系就是怕雷系跟草系嘛，那刚好这个龙系又不怕水跟草，所以弱点抵消了，那龙系怕的那个冰系，那水系刚好不怕冰系，所以弱点又抵消了，所以这只那个海赤龙赤龙王呢，它的那个弱点非常的少，目前的弱点应该只剩下妖精吧，对，它弱点真的很少，所以算是比较不会被克到的一个角色，而它 CP 可以达到2671，基本上就是前30名的，对，可以挤入前30名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你的那个海赤龙啊，海赤龙要稍微留意一下，墨海马这类的糖果要稍微累积一下，这只还不错哦。接下来下面这只跟三 D 龙非常像的，它叫做三 D 龙二。名字非常没有创意，那它就是三 D 龙的通信进化型 ，CP 可以达到2600，很高原本现在是不是好像有调整到2000吗？那现在可以达到2600，算是一般系普通系中已经非常高的 CP， 最高的还是卡比兽啦，但是三 D 龙算是第二名了吧？那它的技能应该都是超能力系的。游戏来说它其实是超能力的，但是它普通属性，所以不晓得它的技能组合是怎么样。不过呢，这个三 D 龙不太好练哦，糖果蛮少的，所以应该蛮难练上去的。那接下来这一只是幸福蛋，是吉利蛋的进化型 ，CP 好低哦，1234，然后血量倒是有510，没有错。这个幸福蛋的特色就是它的血量非常多，将近是别人的三倍，但是它的攻击力、防御率都非常的低，所以被打的话还是会很痛。虽然血量那么多，那幸福蛋吉利蛋其实也蛮难找的，所以幸福蛋应该也是不好练上去。那但是这个包实不实用，血量那么多，只能撑很久，那干脆练卡比兽好了。卡比兽打人还蛮痛的，那就幸福蛋很可爱啦，多一个小小的翅膀。那这些大概就是会从原本的世代在精英版中特别进化的，大约有10只新角色，其中比较实用、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墨海马。墨海马这个很常见，但是大家不会练，但是如果现在如果有新的进化型的话，可以考虑练一下。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呆河马王，呆河马 CP 也非常的高，那目前大家可能会在地图上会直接抓到，那常常应该累积很多糖果，有很多的呆河马了，所以如果之后可以再进化的话还不错，这边可以推荐进化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两种伊布啦，那虽然这边写的 CP 比较低，但是我觉得未来还会再调整。那总之喜欢伊布系列的话，这两只一定要去收藏一下，一定要去练一下，非常的酷哦，太阳精灵跟月精灵。
好的，那这就是精英版加入之后呢，从第四代会有额外进化的十只角色。那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今天的影片的介绍，那这边有一些高 CP 的角色可以稍微留意。那未来的话，你就可以赶快朝着你喜欢的神奇宝贝去进化，去喂糖果，应该都是用喂糖果的方式啦。希望可以加入这种通信进化的效果啦，或是携带一个特别道具，然后会进化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趣一些。那今天的影片介绍差不多就先到这边结束喽，感谢大家收看。如果这部影片有对你造成帮助的话，别忘了在下方按个喜欢，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之后还会分享更多关于 Pokemon Go 或是神奇宝贝的相关知识与最新的情报哦。好的，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